住的第一天，我就观察到大圆一直跑厕所。我最喜欢观察小猪，因为他总是喜欢假笑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果果其实是个赖床鬼。想知道我们七个人在这14天的故事吗？9月5日起，每周日晚上8点，全明星观察中，加入观察我们的行列。